没有问题。32节的 devotion。Devotion, OK, devotion 指的是一个人对所有的事情 ，OK, devotion 我们在怎么讲？我们是一种献身，把自己奉献出去，献身的那种精神 ，devotion 啊。比如说有一个人献身给中国的水稻栽培，他是水稻之父 ，OK, 所以他所有的 devotion to Chinese agriculture, 他对中国农业的献身。有一个老师，他全身献身于中国的教育，他的 devotion, his devotion to the Chinese education. 所以 devotion 是献出去，而且是义无反顾的，而且通常是这种献身是把自己给搭进去，把自己所有的生命时间全部都搭进去，献贡献给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叫献身，这种献身的精神叫 devotion。devotion。OK, 好，有没有问题？33章的第二节 ,detestable practices, detestable。好，稍等一下哈，这个 devotion 我还想再跟你说一个东西 ，OK， devotion 我们写一下，我写在这里 ，OK， devotion OK， 这是我们的献身的精神。一般来讲 ，devotion to 什么事情 ，OK， 有人献身教育，有人献身政治，有人献身外交工作，有人一辈子就做某某事哈。devotion to 它是个名词，那么这个字大家认得吗？如果是 devotional 指的是什么？字很像哈，这个字字形很像。如果是 devotional， 有没有人基督徒应该都认得这个字？这是什么东西？devotional 有没有认识 devotional？ 可以是一个形容词 ，devotion 有的时候也可以指对某种事情的忠诚度啊，非常的忠心耿耿，因为他整个人献身出去，对吧？那 devotional 是什么意思？它也可以做名词用，它做名词的时候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devotional 可以指我们的灵修。OK， 我有一些灵修的材料，我们就可以说 devotional。OK，devotional，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字，灵修指的就是我们的，也是一样用在信仰上面，指的是我们与神的交托，然后我们把这些整个献给上帝，这是我们灵修叫做 devotional。有没有可能是修士或者修女啊？什么东西？啊？对不起，我没有。修士或者修女，修士或修女，你说这个字用修士或修女啊？或者说是，不知道。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 devotional 指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灵修生活。OK， 我们灵修的材料，这些都是灵修。OK， 与神的交流。OK， 灵修，所以 devotional。Devotional, OK, 好，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好，还有。